中国展示了对欧的新态度，淡化了无上限。要对冲美国，就要先平衡俄欧。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中国有句老话叫“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意思呢就是要学会听懂别人话里的弦外之音。那么外交更是如此啊！外交辞令的微妙在于，一方面各国的各种言论都要维护本国的面子，而另一方面呢，要通过字里行间让对方听懂潜台词。而且很多外交交易都是通过这种潜台词来完成的。比如说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美俄双方互相放狠话的时候，都要在狠话里边带出几句话，让对方看清楚哪里是可以商量的，哪里是可以妥协的。而且玩的是恰到好处，就是对方的外交系统能听懂，不会引起核战争，还要让自己的老百姓听不懂，不骂政府怂。这里边呢要提醒一下，经常有人会趾高气扬说我们的外交辞令，那么欧洲人能听得懂吗？这就是对外交关系、国际关系、历史不太了解了。现代外交的主要思想、理论、战略还有语言体系，基本都是欧洲创立的，人家怎么可能听不懂？玩了几百年了。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空间打开的比较晚，真正开始全面了解、学习、尝试掌握这些个外交辞令和技巧来传播我们的外交理念，那是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怎么可能我们说出的话来是人家反而听不懂呢？这方面我们才是新手。其实历史上我们是曾经误判过其他国家表达的信息的。当然，学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应该能够听懂更多的弦外之音，并且也应该熟练应用外交语言。中国驻欧盟使馆大使傅聪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他采访的内容就马上被全球各大媒体所关注了。各国都通过这段采访来寻找中国所体现态度中那些既微妙又明显的变化。而且各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本身也体现了各国的反响，对我们来讲也是体现了他们态度的潜台词。南华早报的文章中重点强调了傅大使的几句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使中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国不想在朋友之间做选择，乌克兰危机正成为我们与欧盟双边关系的一个问题，给我们与欧洲的关系带来了很大压力。这都是傅大使的原文。而且南华早报还特别注意到傅大使用了一个词，说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这是俄罗斯人的称呼。那言下之意啊，中国政府已经不特别认同特别军事行动这个称谓了，算是含蓄表达了对军事行动的性质认定。当然怎么认定呢，话只能说到此了。后面傅大使还说，中国是俄乌危机的附带受害者，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好朋友，所以中国不想在朋友之间做出选择。这里的潜台词啊，其实主要是想让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强调乌克兰是中国的朋友，那么中国当然也不可能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至于说中俄的朋友关系，那根本就无需强调了，谁都知道，无人怀疑。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重新解释了中俄合作无上限这个表态，敦促欧洲人不要对这个无上限做过多解读。傅大使解释，无上限的意思仅仅是对合作不做人为限制，中国与许多国家都有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尽管中国这十个多月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欧洲总有人把中俄合作无上限理解为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这让他感到失望。这种表达是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的，这是由中国政府做出的对无上限三个字的淡化性解释。当然傅大使有些话就不那么含蓄，比如他提到中国是希望冲突立刻停止，而有些国家希望冲突继续，割韭菜的事儿大家都懂，都知道说的是谁。这段采访内容我觉得是体现了中国和欧盟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互动，中国不希望中欧关系彻底对立，给我们自己增加战略压力，西欧国家也不希望那些前华约东欧国家利用危机拉着美国架空老欧洲提升自己的地位。那么10月份开始，中国外交部对乌克兰、欧盟还有北约都开始谈战略伙伴关系、良好合作关系了。最近法国也说要照顾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德国总理舒尔茨也警告西方不要孤立中国，都说明中国和德国、法国这样的西欧国家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要在俄欧之间形成一个稳定平衡，否则欧洲有可能会和俄罗斯一起出局，
中国也不希望跟美国形成两极化竞争，所以当然就需要欧洲作为一极，恢复一个中俄欧美的多极格局。所以前几天有人说，乌克兰国防部的挂旗事件之后，为什么我们还保持中立，还把乌克兰称为朋友呢？因为宏观上，我们中国政府眼里边盯着的可不是一个小棋子，我们不是在维护乌克兰的利益，我们是不扩大跟欧盟的对立，这才是当务之急。当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对副总统大使的观点进行了报道，但是只是报道了美国利用冲突获利那一句，别的俄罗斯方面什么都没说。所以啊，我现在发现我们很多网友在网上已经争吵了半年多了，却很少有人认真的逐字逐句的去分析中国政府阐述自己外交立场的正式表态，结果骂着骂着，这些网民就跟我们的政策背道而驰了，而中国政府则天天成了一部分网民无意中的附带受害者。